他说右图这个图是一个 A B C D 那个有关于质量跟体积的图。好，所以你看一下了没？看到了吗？你注意一下，只要是相同的密度、相同的东西，它都在同一条线上面。听懂我意思吗？比如说像 A 点了没有？你 A 点可能会测量很多次，对不对？那不管你怎么测量，一定都在这条线上面。B、C、D 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听懂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好了，你想要测量 A， 好，你可能测量它的体积跟质量，对不对？那不管你怎么测量，一定都在这条线上面。有看到吗？一定在这条线上面，不可能跑别的地方去。如果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有误差。但是如果误差不是很夸张的话，也应该在这条线上面的附近才对啊。听懂了哈，所以要记住哦，只要是相同的物质，都应该会同一条线上面。我讲的是密度的部分。好，那这个题目说，请问你哪个密度最小？你觉得哪个密度最小？好，你记一下哦。如果越陡的话呢，代表怎样子？越陡的密度会越大。好，把它写上去，越陡密度越大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越平缓的话呢？越小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你 A、B、C、D 里面谁比较小？答案是选 D。但是你要小心一点哦，这个是要条件限制的哦，必须要水平线是体积，铅直线是质量哦。如果他今天反过来，他是谁？刚好答案是相反的。而且告诉你啊，考试还是真的会考这样子，他故意把那个 V 跟 M 有没有互换位置，那反而变成什么 ？A 反而变成最小的人。我说的意思是说，必须要在体积在这边，体积是水平线。只要是铅直线的情况下，那越平缓的呢，密度就越小，所以答案是 D。那请问你 D 的密度是多少？来吧，找这个点就好，对不对？这个点，那我刚才讲过了嘛，要找密度，公式性想去 D 等于什么 ？D 分之 D 是等于 V 分之 M。那我找 D 的话，找什么东西？我找它的体积跟质量吧。好，体积有吗？这边对不过来，这边多少？这边是60，然后质量呢30，所以答案是60/30。看到吗？所以代表答案就是 0.5， 所以再讲去 0.5， 这样会了哈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打星号。他说，请问你哪一个可以沉入水中？好，记一下，要沉入水中的话，必须怎样？密度大于多少？密度要大于，来，水的密度还记得吗？水的密度是一，记下来哦。水的密度是一，所以呢，你要沉入水中，一定要密度大于一，你才沉下去。好，那刚才有讲过的嘛 ，D 不是 0.5 嘛，刚才算过了，对不对？那 C 呢 ？C 是多少？来对一下吧 ，C， 你看 C 这个图，对这个这边，这也不是40吗？这里呢，也是40，所以它应该是40除40。一，好，现在问题啊，一是不是沉下去？一会沉下去，也是会，只是它是载浮载沉，但是它还是沉下去的哦，慢慢沉下去，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关系，哦，它要沉下去哦。好，所以答案 C 是有的，然后呢？C 有了，后面就不用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中 A 跟 B 一定大于1嘛，所以他就想要去 A、B、C。会了哈。好，再来看第三个。那 A 的体积多少 ？A 他说，如果 A 的体积是30的话，请问你密度多少？好，看这边，请看 A 这边，这有个关键的点要找一下。A 对过这边是多少？ 20。然后这边呢？ 60。所以请问你，它的密度多少？密度？又来再写一遍，质量是60除以20，所以然后密度是3，对不对？那题目说，请问你质量是体积是30的时候，质量多少？来，公式你们自己写的吗 ？D 等于 V 分之 M， 我要找质量。那我应该找什么？找密度跟体积，对不对？密度有我有吗？密度有，这边就是3，所以这个3只是假的 A 的哦，所以3写上去，然后等于体积呢，这边给你了30。所以请问你质量多少？两个相乘，所以答案就是90。好，答案是90。好，写上去90。好，最后一个部分，赶快赶快。最后一个部分还要问什么 ？B 的体积是多少 ？B 的体积又来了，再写一遍。我要找 B 的体积，那我要找什么积？我要找 B 的质量跟 B 的密度，对不对 ？B 的质量我有了，所以 M 我有了，我缺什么？我缺的是 B 的密度。好，来，请问你。B 的密度怎么算？公式又再用一遍 ，D 等于 B 分之 M， 来吧，找 B 的部分，我们用不同的颜色。
来这边不同颜色给你看一下、哦。好，你看一下、哦、B 对过这边多少？ 40， 这对过去呢多少？ 50， 对不对？ 40 跟50，来 又再用一遍， D 等于 B 分之 M， B 的话是40哦， M 是50，所以应该是50除以40等于4分之5，你不用把先不用写成小数点，先不要写，写成4分之5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4分之5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 D 的密度，所以写下去写成 DB， 就是 D 的密度， B 的密度啦、哦、好，那刚才我说的嘛，如果我要知道 B 的体积的话，我是要知道 B 的体密度跟 B 的质量。密度我有的就是四分之五，好，写上去四分之五等于体积就是我要答案。质量呢，这边有写了三十，所以算它吧，四分之五等于 V 分之三十，交叉相乘，五乘以 V 是五 V， 四乘三十一百二十，对不对？好，除一下答案多少 ？V 就等于，是不是写错了？四分之五，一百二，五 V， 对啊，多少？二十四吧，这答案应该是二十四才对吧？啊，改一下，不是三十七点五，应该是二十四才对。一定要看一下哦，三十。体积是四十，对过去五十，四分之五啊，一百二。哦，体积二十四才对，没有错，体积二十四。改一下，不是三十七点，我算错了，他乱算一通。哦，应该是二十四才对哦，改一下，